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你们是不是很想去中国饭店吃饭，可是又担心中文不好呢？没关系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几个在中国饭店常用的句子。一、点菜。你好，请给我菜单。有什么推荐的菜吗？你好，我吃素，可以不加肉吗？二、催服务员快点上菜。你好，我们的菜可以快点吗？我们快吃完了。你好，请先上米饭。三、菜里有虫子或者别的东西。你好，可以找一下你们经理吗？这个菜可以免单吗？四、买单。你好，买单可以微信吗？请问可以开发票吗？你学会了吗？下次见，拜拜。